DJI Ronin S 教学视频固件升级。升级前，请安装好您的 Ronin S， 完成平衡调节。关于平衡调节，请参考 Ronin S 平衡调节教学视频。请确认电池电量充足，建议在云台关闭下升级。使用标配的 Type-C 线连接 Ronin S 和电脑。打开 DJI Pro Assistant for Ronin 调参软件，登录 DJI 账户，点击 Ronin S 图标，进入固件升级页面，等待刷新固件升级列表。选择您所要升级的固件版本号进行对应操作。等待固件下载完成后，云台将自动升级。升级完成后，重启云台。升级过程中，请确保您的计算机已接入互联网，请不要中途中断数据连接。若升级完成后，云台出现红灯闪烁，表明升级失败，请重新升级。当您遇到任何疑问，都可以搜索大疆服务微信公众号获取技术帮助。感谢您的观看。